旅日熊猫比利仙女将于9月29日返回中国。比利和仙女都已19岁，由于高龄，出现了高血压等问题，经东京都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协商，决定尽早将比利和仙女送还。大熊猫比利和仙女分别于2005年8月16日和2005年7月3日出生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。2011年2月，两只熊猫共同旅居东京上野动物园。2017年6月12日，生下了熊猫界的人气王香香。香香于2023年2月返回中国，安顿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养安基地，期待比利和仙女顺利返程。